자.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，尴尬就是他。他看上去好淡定。艾老师，刘雨成呢？他昨天晚上没回房间啊。难道刘雨成在里面？我也听听，别挤挤啊！早啊，各位。早。刘雨成是不是在里面？在。那是不是人都到齐了？是不是可以去吃早餐了？他还没醒呢，我们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走吧。果然，会抓老鼠的猫不叫。厉害，聊这么开心。看我干嘛呀？看来昨天晚上发生了不少故事，大家今天看起来都怪怪的。你别刚了，你又不会。哎呀，快点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昨天睡得好吗？哦，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还不错。艾老师，要不然我们成语接龙吧？好啊。那我先来。八仙过海。海阔天空。空有其表。表里不一。一心一意。意欲何为？为所欲为。为所欲为。哎，你这是耍赖，你这是。那我也来。为所欲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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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你个头。头重脚轻。亲力亲为。为所欲为。我们每个人从陌生开始，因为一件件小事，因为我们是我们，我们成了情投意合的朋友。我们是待在一起各自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的人。我们是守护着彼此的孩子气，能让彼此的悲伤减半，快乐翻倍的人。我们是会关心对方又小心翼翼不想让对方有负担的人。我懂得，好朋友就是在一起的意思。不如先发个新年问候。啊，好难啊！艾老师，新年快乐！曾黎，
你的心还在吗？我带你去医院，别担心，我在呢。我们去医院。你别担心啊。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，别说话，也别乱动，也别看镜子。慢点。我只是伤了一下下巴，又不是伤了腿。伤了下巴还那么多话？怎么样，伤口还疼吗？嗯，就是有点困。你麻药劲还没过呢，困很正常。要不？你先去睡一会儿，我帮你弄完药，我就走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完了完了！我什么时候脱了裤子的？
全被阿志看光了。艾老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开放？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经理。不能再这样，随身带着手机，我不想再找不到你了。嗯，我有一件东西要给你。嗯，